成长的哦。冬天真的来了，除了平常的大衣外套以外呢，还特地为大家准备了这一款时穿时髦又好搭的背心哦。这个毛毛是非常柔软的，而且还是人工皮草，不容易掉毛哦。它的长度呢是中长款，可以盖住你的小屁屁。接下来教大家怎么穿搭，想要在里面呢搭上一个紧身的上衣，然后再配上紧身的裤子或裙子，这样搭上来带点小小的性感，哎呦很保暖哦。如果你是要参加婚礼或约会的话，里面可以搭一个合身的洋装或是伞洋，然后外面再套上这个毛毛背心，也是一样很好看哦，还带一点贵气感呢。有四个颜色，我身上穿的是驼色，还有个壳，这两色看起来比较酷性一点，还有杏色，看起来整个人脸都亮起来了呢，气色变很好哦。黑色就是走一个华丽风，四个颜色都非常的美呢，很时髦哦。